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you've done for human rights. Thank you. Okay, I think it's time for me to talk in Chinese. 今天这个天气不太好，我估计这个可能有些同学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大家都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在 Wesley 学院能够用中文来跟大家讲一讲有关中国。我想 Cushman 教授呢，他之所以让我用中文讲，他是希望我能够用自己的母语。 把有一些想要表达的事情表达得更加的准确，更加的充分。如果我在讲的过程中，有一些这个 American students your mother tongue is not Chinese， 你们可能会觉得我讲的一些东西不是特别的清楚，或者是概念，或者是背景。如果有问题的话，你们可以提问，所以没关系，我是经常可以被打断的。所以我的标准普通话呢？ 不是一百分之百标准，但是我相信，应该算80分还是可以。因为我是南方人，所以我讲北方话的时候，可能有些发音不是那么精确，跟这个播音员有很大差距。但是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曾经每个学期演一出话剧，我是话剧团的应该说主要的男演员那种男主角的。我演过的这个话剧很多，包括英文的。 包括法语的有一个著名的莫里埃喜剧，叫《斯科纳雷尔》。另外我演过《雷雨》里边的这个周平。好，这都是题外话。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说这个中国领导人，每一届领导人新上任之后，都会提出一个新的理论，不是像有些总统竞选的时候有一个自己的施政纲领。 但是中国领导人呢，上台之后，可能是一到两年的时间就要提出自己的一个所谓理论框架。大家可能以前都听说过，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叫毛泽东思想，这个思想可是很庞大的一个体系，是谁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名称的呢？是刘少奇。刘少奇在延安的时候提出毛泽东思想，当时党内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但是既然有人提了，毛泽东也很高兴接受。 所以反对他的人倒是很危险，如果大家对这段历史不太了解的话，可以看一看一个著名的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叫高华他写的《当红太阳升起的时候》，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大概是这个书名。大家看一看那里边就知道延安整风运动怎么样把一批从大城市到延安去的那些知识分子，一步一步的，拖向了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 如果有人表示怀疑，或者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那就很惨。大家知道，一个著名的王石卫是一个知识分子。王石卫就是因为在报刊上写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一些散文。你知道最后他是怎么被处置的吗？他最后是被用大刀砍死，然后扔到井里面。另外呢，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在延安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都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所以有很多人很多年都没有能够缓过劲。那后来呢？大家也知道，刘少奇提了这个毛泽东思想以后，毛泽东对他是极其的欣赏，他一跃成为党内的主要的领导人，成为党的接班人。也就是说，毛泽东如果不在这个最高职位的时候，可以由刘少奇来代理。所以这个情况呢，我想大家多少知道一点。然后后来毛泽东去世之后，当然邓小平。 拨乱反正，为中国人民做了很多实际实实在在的这种推进的工作。现在讲起来，邓小平这个人怎么应该怎么评价？大家可能有些人看过，傅高义写的，那个自传，邓小平传记，对吧？那个邓小平传记呢写的怎么样？在我们看来，有很多不准确的东西，因为他是一个西方的学者，他接触到的一些资料的来源信息。 再加上他个人的一些偏好和判断，那本书写的应该说，从外国人的角度来讲，可能提供了很多的信息，但从中国人来讲的话，他是很多方面扭曲了，不是一个真实的邓小平。但是邓小平这个，在过去的30多年，就是说从1978年，到这个2008年这30年里边，虽然邓小平在1997年就去世了，但是呢。
他去世以后，他的理论还仍然产生一定的影响。就是说，他的理论后来被总结为邓小平理论。然后后来等到江泽民当领导最高领导人的时候，江泽民又要提出自己的框架啊，他提出了什么框架？叫三个代表，很多人都听说过，但是后来被大家嘲笑，因为那东西实在不像个样子，人家经常会开玩笑说带三个表，所以这个东西等于是被解构了啊，一种解构主义的嘲笑，认为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是什么理论啊。那为什么非要每一个领导人上去都要搞一个理论呢？这是中国共产党他用意识形态控制老百姓的一个做法，一个传统的做法。我们如果在美国很奇怪，如果小布什上来搞一个小布什思想，然后在奥巴马、克林顿每个人都搞一套自己的思想、一套理论，让美国人民学习的话，那大家都很奇怪，是吧？大家不会接受的，也没有人会真正把它当回事。但是在中国，我想说你们在威斯利学院学习的话，你们很幸运。因为如果你们在北大清华在中国最好的学校学习的话，你们仍然要被迫学习一些东西，就是要学这个三个代表理论，后来胡锦涛搞的科学发展观，那个还有呢，他又提出了八荣八耻，这都是胡锦涛提出的啊。然后现在习近平提出了一个什么概念呢？这个概念倒是比以前的概念听起来更好听了啊，叫中国梦啊， Chinese Dream。 那中国梦是个什么东西呢？其实我本来有一个非常好的讲演稿，但是我今天忘记从那个我的那个电脑里面拷出来了，所以我带的这个是一个我在香港的一个英文的，标题也跟我广告的不一样，是吧？但是没关系了，我不是按照这个 PPT 来讲，我是根据我脑子里的，所以这个 PPT 只能起到一点提示的作用，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等会我会放一些。那么就是说，中国梦是一个什么概念？在2013年的11月份，习近平参观一个展览，参观展览之后呢，他就提出了中国梦。他具体的阐述说，中国梦就是让，中国的这个伟大的这个梦想成真。是什么梦想呢？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听起来很好听。但是这是什么梦呢？是每一个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梦想呢，还是国家领导人提出来的，还是说把它做一个国家的战略、国家整体的计划，让全国老百姓接受？那么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回过去要讲什么是美国梦。美国梦，如果大家在 Wikipedia 或者在其他地方去查一下，你会发现没有一个美国的国家领导人或者总统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概念让大家去接受，没有。只有一位学者，这个学者呢叫 James Suslow Adams， 他曾经给个 definition， 就是这个美国梦的 definition。 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说美国每一个人都应该能够有实现梦想的这样一个途径，是吧？而这些东西都是很平实的，就是老百姓自己觉得你需要什么，你未来的这个家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追求什么，这其实是每一个美国人，普通的美国人的想法。他没有这个政治上的定义，也没有说一个强制性的要求你去按照那样一个最高指示去执行。所以到今天，如果你问任何一个美国人，你说请问你知道什么是美国梦吗？比如说我们这位美国学生，我如果问你，你能告诉我什么是美国梦吗？这是说对移民来说，就是移民他之所以来到美国，我是我主要问的美国就是养两条狗， suburbs 有一栋 house， 有一个老公，有一个算是一个老公。
产阶级的东西。嗯。OK， 还有没有别的跟他们不一样的？就是什么人都可以做自己的梦。对，这个是关键。嗯，就是说没有一个统一的梦，是吧？没有一个说规定好的，说你们大家必须做要做这个梦，没有人规定，因为梦是一个 individual， 是个人的事情。你想做什么梦是你自己的事情，对不对？有的人喜欢钱，他就想着我怎么梦想挣更多的钱；有的人喜欢运动，他说我怎么样在运动中让我快乐，让我强健，然后来展现我的力量。啊，有的人喜欢做一些艺术工作，他就追求那些艺术的创造。所以梦怎么可能是同样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共产主义理论的这样一个邪恶之处，就在于他认为可以，他把人类的思想统一到一起。如果不能统一的话，就强制统一。啊，实在你不服从的话，就用机器消灭你。这个机器就是国家机器，专政的机器，或者叫过去叫阶级斗争。啊，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发现20世纪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为惨重的教训，就是共产主义思想，它奴役了多少人？大家想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世界上差不多形成两大阵营，一个叫做社会主义的国家阵营，一个叫做这个资产阶级的国家阵营，对吧？或者讲资本主义的国家阵营。但是后来结果是怎么样的？我想大家都已经听说了，在20世纪90年代，那些前共产主义国家纷纷的都垮了。原来像最庞大的苏联，它也分裂了，对吧？都垮了。为什么会垮？现在全世界还有几个共产主义国家？你们能数一数告诉我现在有几个？啊，中国是一个毫无疑问。啊，北韩对吧？就是北朝鲜是一个，还有古巴 Cuba 啊，还有越南 Vietnam。 但是越南现在已经改变了很多了，它已经在进行一些变革，但是后来也有一些回流或者倒退。所以你看，现在就是总共全世界这个共产主义国家，你要数的话都数不到10个，对吧？你数怎么数都没有10个啊。然后呢，这些国家呢很多也在发生变化，老百姓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相信了。所以讲到梦想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肯定这个梦是每个人个人自己所应该有的追求或者梦想，对吧？无论是你是做黄粱美梦还是做春梦，那应该都是允许的，对吧？因为人嘛，人首先最有一个最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可是在中国你往往没有这样的权利和自由。我们小的那个时候，我上学的时候大概是什么年代？就是文革期间啊，我开始上学的时候是文革期间。我们小的时候一上学就要背毛主席语录，小红书，每一天要很早去学校。小孩子你看本来应该多睡一点觉，但是爸爸妈妈叫你很早就起来要做饭吃，然后你7点钟就要到学校学习1个小时毛主席语录，1个小时毛主席语录，你天天要背，那是要背老三篇，我到现在还能背出来很多啊，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啊，这叫老三篇。那时候都是不管你懂不懂你必须背，而且你在生活中一切情况下都要引用毛主席的语录，如果你这水平高一点，你要经常引用马克思列宁的语录，斯大林怎么说的啊，毛泽东怎么说的，你整天要把这些人的语录就像圣经一样的熟悉，就对基督徒来说最熟悉的应该是圣经，那么对中国人来说，那是你都要学这些东西。那么在我的小的时候，我其实是没有判断能力的，因为大家都是要这样的，那我也没办法，我也是这样的啊，而且我背的比一般人还要好，我很熟练，对吧？但是呢，到了我20岁左右的时候，我的怀疑会越来越明显。其实我在10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一些怀疑。我举一个什么例子，就是说当年林彪事件发生，那个时候我还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林彪事件发生之后我感到很惊恐啊，我就把一个小伙伴拉到我们那附近的农村的玉米地，问他一个问题。后来我说过去啊，这个谁犯了错误，只要有毛主席在，毛主席都能发现错误，把这个人揪出来，把他打倒。啊，比如说刘少奇犯错误了，啊，毛主席发现了，把他打倒。那林彪现在又犯错误了，毛主席又发现了，又把他打倒。但是有一点我想不明白，如果毛主席犯错误，谁来发现，谁来打倒他？然后我那个小伙伴吓得说：“你胡说！毛主席绝对不会犯错误，啊，你反动，你说这个话你反动，
我要把这个报告老师。后来我赶紧求他，我说你不要告老师，只是我不懂我才问你，我以为你会告诉我答案，但是你没办法告诉我答案，啊！但实际上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有一种怀疑，啊！这种怀疑一直留到后来，到上大学求知，去越来越多的去读这个东西，啊！就那个时候是不容许你有任何怀疑的，他们把毛泽东塑造成一种神，而神是不会有任何错误，他没有任何缺点，没有任何错误。你如果连这样想，都是一种反动的思想。如果像我是小孩嘛，如果是成年人。你敢这样跟你的一个朋友说的话，那个人很可能就报告，你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严重的要枪毙的。这个不是吹牛啊，不是开玩笑，那是真的。那是很多人就是因为对毛主席有怀疑，对领导人有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结果就被枪毙了。啊，还有的人坐牢坐了很多年。所以这个东西就讲的就是说，在中国几十年里面，中国的老百姓是没有梦想，中国人不敢有梦想。更不敢有你自己的梦想，你唯一可以想的就是说，我们的集体梦想，就是全中国人民的集体梦想，是要建设共产主义。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你都不敢说，你敢公开的说我不同意，我不喜欢共产主义，我喜欢资本主义，可不可以？不可以。在那个时代，如果你敢说这样的话，你是自己要找死路，是吧？所以呢，我们说，在过去几十年，中国是没有梦想，啊，中国的老百姓更不敢有自己的梦想。但是现在为什么中央领导人要说做梦呢？但是呢，他做的梦又不是让每个人自己去做，而是要有一个统一的梦想，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什么是中华民族？有的人会理解说中国有56个民族，连汉族在内，对吧？如果除了汉族还有55个民族，啊，那中华民族到底是指的汉族呢，还是以汉族为主的，包括一些少数民族在内呢？如果他要复兴，我们讲文艺复兴还是各种各样的文化复兴，它都是有一个起源的。我们要复兴什么，对不对？像文艺复兴运动，它要复兴是什么？可是我们中国要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它要复兴什么呢？到底是汉代的文化，还是唐代的，还是宋代的，还是明代的，清代的，啊，这些都不清楚，啊，而且元代大家知道，元代占领中国的是蒙古人，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中国已经是亡国的，没有中国自己的民族国家。所以在那个时候，如果你要恢复明代的这个文化或者内涵的话，那它就不是中国中华民族，它是蒙古民族，是不是？大家知道清代是什么人占主角的？清代是满清满族人。所以呢，如果要是讲你恢复清代那个文化的话，那就证明你是啊满族人，他在恢复他的文化，而不是汉族人，啊。所以这里边很复杂，就是说在理论上，按道理来讲，应该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可以争论的地方，啊。但是中共官方是不允许你争论的，他说这些东西，你只能说啊，我很喜欢中国梦，我必须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但你不敢说啊，你这个梦好像不对，我有些怀疑，或者这个梦应该怎么去理解。你不能去跟他争论，啊，所以我们就讲，就是说这个现在提出中国梦，就跟过去提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梦想实际上是一样的，是不允许你个人有反对意见的，啊。10年前我在天泽经济研究所做了一个报告，我就那个报告的标题叫什么？叫做这个制度选择的社会机会成本。什么叫制度选择的社会机会成本呢？因为大家想一想，你选择了一个制度，如果这个制度很好，让几代中国人都能够有更多的发展机会，那么这样的话，对于这些中国人来说当然很好，对吧？那如果像这样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社会成本。但假如说你选择错了，选择了一个错误的制度的时候，那么这个机会成本是巨大的。大家在座的很多可能是学过经济学的，opportunity cost。那么这个机会成本是怎么来计算，啊？如果你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你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话，那么这个机会成本会是怎么样的，啊？所以说这里边就是说，有没有老百姓有一个选择表达的机会呢？有人说啊，有啊，不是也有人民代表选举？但是
大家知道中国的选举，你如果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足够的了解，你如果你去参加过一些选举，你就知道你在中国老百姓是没有选举权，虽然形式上有投票，但是这个投票的机会也很少。我的一生在中国，我有几次投票机会？三次，只有三次投票机会啊，从在大学有一次，后来到工作单位有一次，然后在北大也有一次，总共我只有投了三次票。而且投三次票呢，每一次那个 candidates 都指定，他已经指定好了，比如说你只能投这三个人或者这五个人，你不能投别的人，所以你这种选举是没有意思的。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在选投填选票投谁的时候，人说你如果不喜欢这几个候选人，你可以增加新的候选人。在八十年代那时候还挺自由的，八十年代初，所以当时同学们觉得如果可以自己写的话，那我就随便写了。有的人写的是梅兰芳，有的人写的是卓别林 Chaplin 啊。这个为什么他们会随便写呢？他们会觉得因为这种选举是没有意义的，你真正要选的人实际上是当不上的，啊，没有领导人的这个背后的这样一种操作，你是不可能让你的同学或者让你的老师能够当选。所以大家把这种选举活动当作一种开玩笑，没有人很认真。所以这个讲到这个中国梦和过去的这个共产主义啊，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这样一个梦想，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一直是这样一个路径向前走。只不过今天他们换了一种说法，因为现在你再跟大家说我们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然后你每天都挂在嘴上讲怎么样实现共产主义，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感兴趣了。年轻的学生，也许你要求他做政治学考试的时候啊，他必须考这个课，他只好准备一下，但如果考完试了你叫他学习，他根本没有兴趣啊。现在在大学里面还是强迫他们在学这些东西，但是他们没有兴趣。谁都不相信共产主义，在中国你们告诉我谁相信共产主义？江泽民相信吗？李鹏相信吗？后来的领导人无论是胡锦涛还是现在的习近平，他真的相信共产主义吗？因为我有机会接触过一些高级领导人、最高领导人，啊，我没有看出他们有任何相信共产主义，啊，而且他们这些年来，他们一方面骂美国，说美国不好，但另一方面又把他们的子女，啊，孩子们送到美国来学习，最好的学校来学习，啊，还有呢，就是说把他们的资产转移到美国，有很多人都拿了绿卡，拿了身份，啊，所以只剩下裸官一个人在国内。说不定哪一天发现有危险了又跑到美国来，这样的人很多，是吧？所以他们实际上是用一种欺骗的手段在欺骗普通的老百姓，他们让老百姓去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信中国梦，但是他们自己内心不相信。你们知道江泽民经常跟人讲的一句大实话是什么吗？叫闷声发大财，这是江泽民最喜欢讲的一句话，也是最能代表他真实思想，叫闷声发大财，啊，而且他发大财不是通过市场活动、通过自由竞争来获得的，而是通过权力，是吧？通过权力、通过垄断，能够迅速的积累财富。最典型的例子是谁呢？李鹏的儿子和女儿，一个叫李小鹏，连名字都没有创意啊，李鹏、李小鹏。然后呢，朱琳是他的太太，他的女儿就叫李小琳，那字也是一模一样的。一点创意都没有，是吧？而且李鹏连说话都说不清楚，都不会断句，啊，抑扬顿挫都没有。所以你们要学汉语，要是跟李鹏学的话，那就完了，啊。那么李鹏的这个儿子和女儿到底有没有才？给大家提供一个真实的背景就知道了。当年大家都参加高考，我们这些人都是参加高考才上大学的。那李鹏的儿子和女儿参加高考，一个大学都考不上，所有的大学都考不上，水平太差。最后上了一个什么学校呢？叫华北电力职工大学。只了解中国的人就知道了，这个每个系统有自己内部的职工学校，这种职工学校不叫大学，说实话只是为了帮助你提高一点文化程度，让你能够在这个单位里面从事一个简单的工作。所以华北电力职工大学，因为李鹏当时是管电力的嘛，大家都知道在电力系统内部上华北职工电力大学，这个儿子和女儿就这个出息，是吧？然后后来呢，没过多久，当他们从这种学校毕业以后，就进了清华大学读研究生。大家知道清华大学如果考的话是很难考上，他们根本就进不去。
但是他们是通过内部的关系，因为那个时候风气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当年李鹏的势力还没那么大，而且80年代一开始大家知道胡耀邦造子阳的时期，风气还是比较好的，不是说绝对没有走后门的，但是走后门没有那么厉害，那么没有明显，所以呢当时他们不敢做。等到后来李鹏掌了大权以后，中国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64大屠杀之后，中国一些官员觉得我们反正都连学习都已经做了，我们还害怕什么呢？我们根本不怕人家议论什么，什么都敢做，再无耻的事情都敢做，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呢，他的儿子女儿竟然上清华大学。李小林很有意思啊，他考试上那个研究生，每次考试都不及格，好多门课过不了，然后呢就通过这个关系跟学校打招呼，哎，让他过吧，让他过吧，给他一个及格的分数让他通过。但是有一个教授就很拧，他就是不让他过，他说我这门课你通过不了，你就不能毕业，你就是不能过啊。他知道他是理工的，但他就是不同意他的。后来怎么办呢？因为没有办法，最后呢他们找关系跟清华大学打通关系，最后说取消这门课程，这门课程不算分数了，所以呢李鹏的女儿才毕业了。本来是这样的，他自己学习智力差也就算了，对吧？但是你知道这些年来他们一个是掌控中国的电力行业，李鹏的女儿成为中国电力行业最大的官，管中国整个国家的电力，是吧？他的儿子原来也是在电力系统，后来呢到了山西当山西省省长，中国的煤炭资源都由他控制，啊，一个管煤一个管电，啊，这已经是垄断腐败的一个集中的案例了。但是呢你知道李小林他作为两会的委员，他每一年参加那个两会期间发表言论，媒体都喜欢采访他，说句好听的说句那个话，有些人采访他目的就是为了看他笑话，因为他经常闹各种各样的笑话，啊，他穿的这个服装，浑身的服装都是几千美元上万美元，很贵很贵的那些东西，啊，然后呢他每次喜欢说啊，我们能够干到今天是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没有靠家庭的一点关系。这不是大家都觉得难以置信吗？如果不是靠家里关系他能有今天吗？他说完全没有靠家里关系，完全凭自己的能力一步一步到今天的。然后他又跟大家说，他说我们应该给全国每一个老百姓都建立一个档案，叫做道德档案，啊，如果你的道德哪个地方不好的话，就应该记录进去。他讲了这个话以后，全国的老百姓都非常的愤怒。为什么？因为他们家的道德是最差的，他的父亲是64的屠手，是杀害了那么多年轻的学生，啊，市民，而他们家族整个捞钱，他的父亲搞的那个三峡大坝工程，大家都听说过吧？一开始告诉大家说，这个三峡大坝建成以后，中国的电力就供应没有问题了，而且电力的价格会大幅度的下降，中国老百姓以后只要花几分钱就能买一度电。可是到今天他说这个话实现了吗？电费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现在电越来越贵，而且他们这个家族从三峡大坝工程里边获得了600多亿人民币的，自己就弄到自己的腰包里去了，而且现在这部分资产已经大部分转移到了香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查这样的一些信息来源，啊，就这么无耻的家族，他们竟然可以说要为全国老百姓每一个人建立一个道德档案，要记录别人的污点，啊，大家知道中国原来有一个档案制度，到今天都没完全消除，就每一个人有一个档案。我刚才说你们很幸运，我要再说一遍，你们很幸运，因为你们来到美国，你们不需要到哪都有一个个人的档案，可是在中国每一个人他的一生中都有个档案，这个档案是你自己看不到的，都是你的领导人你的同事写对你的评价，但你自己不能看，从来都不知道那里面写的是什么。所以有的人会说你这个人骄傲，你这个人自私，你这个人做了很多很坏的事情，但是你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但有人写进去，一辈子你走到哪这个档案就跟着你到哪去。可是呢这个档案好不容易在中国慢慢的被淡化。过去如果你家庭出身不好，你的父亲如果他是比较有钱的读过一些书的人，他很可能就因为这个你就没有办法去上学入党或者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也不能参军。如果你家有亲戚在台湾香港或者是在美国，
经常会怀疑你家有特务嫌疑，所以这样的人也很难的。有海外关系的是一个负资产，是不能够正常的获得这个准入资格的。这种情况不是我造出来的，你们稍微对中国有点了解的话都能看到啊。这种情况到了90年代之后有所淡化，80年代还很起作用。90年代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1993年，就是在党的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然后呢1992年年底呢召开了这个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十四大确立了中国的什么方向呢？就是搞市场经济方向。所以从93年到2003年这10年是中国发展最好的10年时间。说它发展最好是指的经济上，主要是经济上，它这10年主要是搞市场经济。然后到胡温接班之后，他们更多的搞国退，国进民退。国进民退的意思就是说，国有企业越来越多的占有，垄断行业，垄断利润，而民营企业受到挤压。所以从2003年到2013年这10年是大倒退的10年，在我看来是大倒退的10年。不光是经济上的倒退，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倒退，就越来越多的去宣传文革的那些思想和理念，包括薄熙来，大家都听说过啊，薄熙来唱红打黑，那是谁造成的呢？是因为胡锦涛的思想里面有很多左的东西，胡锦涛喜欢毛泽东的理论啊，所以胡锦涛的10年是倒退的10年。那么现在习近平上来，大家认为是不是会有些进步啊？跟胡锦涛不一样。后来发现最近这2年，他上任才不到2年时间，他在有些方面已经超过了胡锦涛，就是逮捕了大量的异议人士。坦率地说，如果我今天不是在这里，我在国内的话，我已经被逮捕。因为跟我差不多的一些学者朋友，我们发表差不多的言论，有些人的言论还没有我激烈，他们过去还经常批评我说你的言论太激烈，有危险。但是他们现在自己都进去了，都已经被判刑，是吧？像许志勇，是吧？像最近被抓的郭玉山，啊，就最近的这1个月已经逮捕了将近50个人。这50个人主要是支持香港的学生运动，啊，香港的抗议。只要在自己的微博上表达一个意见，说我支持香港的这种抗议活动，然后警察马上来找你，啊，逮捕了50多个人，啊，将近50个人，是吧？所以这种情况呢，你说以法治国。啊，这几天正在开这个，18届四中全会。如果真的是以法治国的话，怎么会啊破坏法治来公然抓这么多的人？所以我们看一看，就是说中国为什么，本来中国好不容易才走上了一个比较健康的道路，就是发展市场经济。虽然中国没有打算改变它的政治上的结构，没有打算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但是呢，他毕竟他说在搞改革开放，他说要慢慢来，中国人口多，国家大，需要慢慢来，一步一步的来。邓小平在80年代经常讲我们要搞政治体制改革，所以当时大家有很多的期望，说也许过几天就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后来大家知道6.4大屠杀之后还有没有政治改革？有没有？没有啊。从6.4到现在25年过去了，刚好今年的6月份是25周年。过去之后没有任何一点政治上的改革，而且反而产生了倒退。什么是倒退呢？因为在邓小平时代，邓小平说毛泽东犯了严重的错误，是不是？邓小平说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现在习近平怎么说的？习近平说不要否定前面30年啊，后面30年是成功的，前面30年也是成功的啊，不要用后面的30年否定前面的30年。说每一个阶段都要付出这个学习的代价，啊，有一点这个小小的错误是可以谅解的，啊，他认为毛泽东只是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所以习近平的这个认识水平还不如邓小平，啊，邓小平是跟毛泽东同时代的人，而且毛泽东做的事情邓小平基本上都参与了，他都认为毛泽东有严重的错误，而习近平现在不承认毛泽东有严重的错误，啊，这是不是一种大倒退吗？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中国学生，中国学者，谁不爱自己的祖国？现在有一种脑残的倾向啊，就是只要你一批评中国，就说你是反对中国的，你是卖国贼，你是叛徒，你是汉奸啊，好像你批评中国你就得爱这些领导人，领导人说的什么都是对的，是吧？
而且很多人还骂我是分裂主义分子，啊，骂我是爱卖国主义的话，你想想，我卖过一寸土地吗？我能不能卖掉一寸中国国土？没有吧，我没有这个机会，是吧？但真正卖国的人，他们知道吗？他们去谴责过吗？毛泽东把中国长白山天池的一部分，啊，就送给了朝鲜。这个事实大家知道吗？啊，中苏边界谈判，后来的中俄边界谈判，割让了那么多的领土，而且承认了沙皇俄国过去占据中国的几百万平方公里，这都是江泽民跟叶利钦签的秘密协定。我们中国老百姓知道吗？对于这种卖国贼，有谁说过吗？都不知道，是吧？还有我们跟越南打过一仗，大家还记得吧？跟越南打过一仗，啊，越南的边界，原来我们埋的那些烈士的那些坟墓，是埋在中国这一边的，但是现在重新划的那个地界，已经把这些陵墓划的归到越南那一边去了，所以现在中国的亲属如果去到越南扫，要给这些烈士扫墓的话，必须进入越南境内，这就说明这仗白打。这一仗打完以后，不是土地说原来有的土地把它拿回来，而是把这些土地又奉送给了越南，还有跟印度，跟印度的边界重新勘定，也把更多的土地让给了印度，啊，这些做法是什么做法呢？有人说啊，是邓小平韬光养晦思想的体现。什么叫韬光养晦？就是说在你在发展的过程中，你希望不要惹别人，不要把你的邻居惹得不高兴，所以你要小心给他们多一点好处，等到你发展强大了以后，你再跟他们说把那些东西拿回来。所以这个 uprising 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等哪一天崛起了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的时候，中国就想要自己原来想要的东西了，对吧？那中国现在在经济上已经世界第二，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其实有不同的测算，很多说差不多已经算第一了。那么就按照最保守的估计，大概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一定会从经济总量上成为世界第一，就10年时间一定成为世界总量的第一。成为第一以后又怎么样呢？有人说我们不光经济上强大，还要在军事上强大。所以中国现在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向海洋，向蓝色进军，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正在建4艘到5艘航空母舰，现在按照那个计划是在2019年完成4艘航空母舰，就是不算现在的这个现有的。那这样的话呢，到了2020年的时候，我们至少有5艘航空母舰，形成一个战斗群。那么这样的话，会对太平洋甚至更远的这个海洋产生一定的作用。所以说中国真的是和平崛起吗？啊，那西方人特别是中国周边的一些小国家，他们很害怕，他们很担忧，像菲律宾啦、越南啦、日本啦，啊，他们都觉得自己对自己又是有威胁，啊，一个人国家你如果强大了以后，你虽然你自己说我不侵略你们，你们不用怕，啊，就好比一个大个子过来，他很彪悍的一个人过来说，你们不用怕，我不打你，啊，但是如果他那么长得那么彪悍，他有那个实力，他想打的时候不是就可以打吗？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现在说和平崛起，大家不相信，和平崛起这个说法现在官方也不太提了。大家还记得什么时候提的吗？啊，差不多15年前提出来了和平崛起，现在提的人已经很少了。但是现在就是说，中国不管你怎么说怎么包装自己，现在西方又开始重新思考跟中国的关系，因为大家知道冷战结束之后一段时期里面，大家会觉得共产主义已经结束了，冷战结束了，没有这个再有这方面的威胁了，难道是真的吗？共产主义国家是不是刚才我刚提到还有几个存在？像北朝鲜，如果他有了核武器的话，谁如果把他惹急了，他有没有可能使用核武器？这个谁都不能保证，对不对？那么中国呢？中国有没有可能将来成为一个战略上的威胁？这个也是大家不能够保证，因为你不知道未来的领导人是什么样，他们想做什么，是吧？所以这些东西是西方人应该重新思考，因为二战前夕，在整个欧洲，在世界，大家没有想到希特勒会曾对世界带来那么一场灾难。当时德国在希特勒领导下也很成功啊，大家有没有研究过那时候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面，经济增长速度很快，是吧？那么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之后呢，
带来了什么？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军国主义这种东西特别的突出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国内在宣传什么？大谈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啊，实际上这给中国带来了危险。你再回顾一下，除了当年的德国以外，日本当年是不是在发动二战之前，日本是不是经济上发展的也非常好？日本经济发展的非常好，他们也是非常强调的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日本人爱不爱国？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军国主义。而中国现在是同样的，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的相像。大家还记不记得两年前、三年前，中国兴起了一场反对日本的活动，砸日本的车、商店，甚至有人开了一个日本车在西安，那个人差不多把头都被人家打碎了，就是用一个很大的东西打的，差点打死，是吧？就是说，网上那么多的这个愤青发表反日言论，他们怎么说的？说我们应该打到东京去，我们强奸日本妇女，烧光他们的房子，啊，把日本人都杀死，这是网上很多青年的叫嚣。那么我经常被他们骂成汉奸，啊，他们也认为我支持日本。那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你们为什么恨日本？是不是因为在二战期间，日本侵略了中国，强奸了中国的妇女，烧了中国的房子，杀了中国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们现在主张打到日本去，同样的重复日本在二战期间做的事情的话，那说明什么？说明到了21世纪了，啊，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没有进步，你们是跟他们一样的野兽，对不对？你还有什么值得的？你还敢把这个叫做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吗？这是 stupid， 这是非常愚蠢的做法，这不是爱国主义，这也不是民族主义，是不是？不能说人家重复了啊，人家那个当时做了那么多的罪恶的事情，然后你现在要重复那个罪恶，进行一种报复。你经过这么多年，难道思想上没有提高吗？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吗？啊，所以这里边有很多东西，这个中国人对日本人误解的太多。我不知道各位同学有没有机会到日本去，跟日本的学生、老百姓有好好的交流，啊，我们在中国接受的教育都是那种被灌输的教育，一看到日本人就说我恨你们日本人，我恨你们日本人，啊，莫名其妙的，人家日本人哪地方惹你了？即使这个几十年前他的祖先、他们的这个祖辈做过那样的事情，也跟他们没有关系，对不对？我到日本去，我每次跟日本的知识分子、商人、官员各方面的人打交道。我很少见到日本人，提出那种强烈的那种论调，或者恨中国人，或者是有一种很强烈的民族情绪的，我没有，从来没有发现。而同样的，如果他们来到中国跟中国人谈话的时候，中国人即便是跟他们是朋友，是学术上有交流的，都会时不时的说出来，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很恨日本人，啊，民族感情上我们是恨日本人，很多中国人都这样直接跟日本人说，所以日本人知道。为什么不一样？有人说，哦，一个是施害方，一个是受害方，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他们把灾难带给了中国。但是经过这么几十年之后，中日关系不断地想希望忘记过去，重新开始，但是为什么一点效果都没有？尤其在中国这个方面，啊，有人说啊，那日本他有些人始终不承认他们的罪恶，啊，所以呢，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日本人全体日本人都要向中国人谢罪啊？再过100年可能吗？有没有可能再过100年，所有的日本人见到中国人说啊，我有罪，我有罪。不管他们是几十年、100年之后出生人，见到中国人都会这么说吗？不可能的。既然你做不到这样的他们的那种忏悔的话，因为不是他们干的，是吗？那你怎么可能原谅日本人呢？那也就是说，你跟日本的这种仇恨的情绪要永远延续下去，永远都不会原谅日本人，是不是？那这样的话，你这个这么近的一个邻居永远都不会原谅他，那你原谅不原谅越南人呢？越南人跟我们打过一仗，对不对？假如说我们再有一些什么摩擦，我们是不是也不原谅这个越南人呢？那我们要不要原谅俄罗斯人？俄罗斯人在历史上杀中国人还少吗？直到今天他们还占中国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呢，我们能够原谅俄罗斯人吗？但是为什么中国领导人跟俄罗斯人关系最好？习近平上任之后第一个访问的国家就是俄罗斯。前不久中国刚跟俄罗斯签了一个很长期的协议，就是购买石油的协议。这个石油协议呢，是当时的价格是不到100美元啊，
签订了一个长期的协议，就是今后十年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是$135一桶，啊，现在价格已经掉到了将近$80一桶，所以这样一个长期的合同就让中国损失了很多的钱，是吧？啊，那就想想中国为什么要始终对这个北极熊这么好，总是要跟苏联结盟，现在要跟俄罗斯结盟，现在中国试图跟这个俄罗斯关系恢复到以前那种盟友的时代，啊，比如说这个习近平见到普京的时候就说我们有很多相似的东西，我们在性格上有很多共同点，这是习近平自己说的，所以习近平内心里面是比较羡慕和佩服普京的，为什么？因为普京在做什么事情？在恢复彼得大帝的那种梦想，啊，他也做俄国梦，他做俄国梦就希望，像当年的彼得大帝一样的啊，能够雄震欧洲。啊，那习近平也想模仿他，向他学习。所以习近平最崇拜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其实是他的精神教父，就是习近平自己的父亲叫习仲勋，是在党内相对开明的一个领导人，而且是反对六四镇压的。六四镇压之后，他坚决的反对，结果呢，被邓小平严厉的说要处理他。他后来吓得，然后又加上一些迫害恐吓，形成了精神上的错乱。他死的时候是很悲惨的，就是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如果大家了解的去了解一下，在广东深圳他住了很长时间，他后来几乎就是精神都是错乱的。但是习近平没有吸取这样的经验教训，他反倒更认同毛泽东，他把毛泽东当作他自己的精神教父。啊，我希望同学们反思一些东西，你比如刘少奇的家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的几乎是家破人亡，那他的儿子刘源在刚刚从监狱里面放出来的时候是非常仇恨毛泽东的，一直到80年代初，刘源写了一篇文章，我当时看了很震惊，几乎是在骂毛泽东，那样的文章竟然能发出来我都很惊讶，啊，但是后来过了不久，到了90年代，刘源主动提出要跟毛家握手言欢，他们两家在一块吃饭，拍了很多很亲密的照片，然后现在你要想再让刘源说一点对毛泽东不好的话，他是绝对不会说的。为什么？因为权力，他觉得那些都是历史旧账了，可以一笔勾销。而现在你要是大家都共同的认毛泽东作为这种共产党的这种正宗的主子，这样的话呢，他才有这种正统性，你要是反对毛泽东的话，你就失去了这个正统性。所以无论是薄熙来家族，还是刘少奇家族，还是习近平家族，他们共同认贼作父，就把毛泽东作为他们的精神教父，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你想想薄熙来家庭在文革整得也很惨，薄熙来本人也是坐过牢的，他也恨毛泽东啊，他当了重庆市委书记之后，他为什么唱红打黑，为什么那么捧毛泽东呢？其实都把这个当作一个手段，并不是内心这个崇拜毛泽东，而是说他把毛泽东当作一个偶像来采取一个手段来获得更多的权利，他们都在模仿毛泽东的这一套，啊，只有这一套的愚民手段是最有效的控制中国人思想。短短几年时间，你们在座的如果这两年还有机会回去，你们发现跟以前的氛围不太一样，啊，跟两年前都不一样，跟一年前都不太一样，现在说话没那么随便了，网络上过去大家有博客有微博啊，过去是封了以后再开，开了以后再封，现在有的人被永久封号，就是你永久不能再开了，啊，现在大家好不容易有了微信群，好像控制那个削弱了一点，但是发现最近微信群被控制的也很厉害，啊，很多人都被封杀，最近几天大家可能听说了周小平这个人，啊，周带鱼，啊，如果不知道的话上网查一下，啊，这个习近平高度的评价这两个人，一个是花什么？两个人对吧，网络上的写手，结果呢现在方舟子大家都知道了，很有名，方舟子这几天刚刚批判了一下周小平，方舟子的网络全面被封杀，所有的网络都打不开了，啊，所以你说你看看，只要是习近平喜欢的点名的人啊，那么没有人敢惹，如果惹的话你自己要倒霉，结果现在呢谁批评周小平很快就被封杀了，连方舟子都不例外，方舟子还算是帮共产党一些忙的，他经常替共产党说一些话，包括攻击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啊，所以很奇怪，是吧？那么现在中国走向什么？
正在走向文革化。有人说文革跟文革不一样吧，当然不会百分之百相同，对吧？你历史的这个河流，你不可能第二次第三次都以同样的方式进入，对吧？但是呢，跟文革的实质是非常相近。阶级斗争理论现在又提出来，谁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 院长叫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是被看作中国最大的智库，官方智库，而且是负责意识形态。他公开提出了阶级斗争，而且党内没有人否定，所以现在的氛围就跟文革差不多了，谁敢说这不是文革？十年前当我看到一点苗头的时候，我说薄熙来这个人很喜欢文革，他可能有一天想搞文革复辟，结果当时我的朋友们那些学者很多 名气很大的人说不可能，你这个是杞人忧天，他不可能的，中国老百姓绝对不喜欢文革，绝对不会让文革复苏的。但是今天怎么样，十年过去了，文革到底没有百分之百的复苏，50%-60%有，现在绝对有50%-60%有，啊，你还要看怎么发展，啊，那么经济上也在倒退，经济上怎么倒退了？大家想想，国进民退，到现在民营经济怎么样？过去民营经济占 GDP 总值的这个75%以上，啊，只有不到25%是国有垄断企业做的贡献，他们的贡献什么呢？是占据那些最能赚钱的行业，对吧？电信、电力、啊，交通、能源，啊，所有那能赚钱的，像石油啊、中石油、中石化，啊，所有能挣钱的都被他们垄断。但是他们能够挣的钱，就算是他们挣了一些钱，钱跟老百姓分享了吗？中国的国民福利得到改善了吗？他那钱到哪去了？你都不知道。他说上交了一部分给国家，但是国家另一方面又给他们大量的补贴，像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企业有那么多的垄断利润，国家还每年给他们补贴，这真是天方夜谭，是吧？所以你在中国，有些人不理解，说夏老师，你以前是搞经济学的，你是个经济学家，怎么现在老谈政治呢？我也不想谈政治，在一个开放的民主的社会里边，经济学家是很少谈政治，很少去干预现实政治。为什么在中国现在不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关心政治，发表一些政治见解，因为你在中国你没有办法回避中国的这个政治经济学，所有的这些重大问题都是跟政治经济学联系在一起，收入分配啊，不平等啊，两极分化，然后呢普通老百姓不能得到平等的权利和自由发展的机会，教育，农村的子弟得到什么样的教育，是吧？等等，这些东西太多了。所以我想我今天的这个呢可能来不及，就是说都展开，我没有看奥运，已经讲了一个小时了，不好意思，讲了太久了，那我是不是应该结束了？我想大家先看一看我这个一些纲要吧。现在你看中国共产党现在倡导的是什么啊？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爱国主义啊，军国主义他没有说，但实际上他们就说在军事上要施加更大的影响。哪些人叫嚣得很厉害？罗源、戴旭、什么张召忠，这些人都叫嚣得很响，是吧？要跟美国打仗。还有一些人提出来，过去有个朱成虎啊，朱成虎现在是中将，朱德的外孙，他曾经提出过啊，我们宁肯牺牲西安以东的全部中国地区，哪怕西安以东的地区全部被炸成焦土，我们都要跟美国打一个殊死的核战争，这种完全是战争狂人啊！你想想，中国的主要的经济、主要的人口都集中在西安以东地区，如果把西安以东全部毁掉的话，那中国还剩什么？这种战争狂人竟然到今天还能够大放厥词，是吧？但是中国现在更多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官方最倡导的是，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当然法西斯主义它不是公开的倡导，但事实上它这么多年来做的就是法西斯主义做的啊。大家听说过对法轮功的迫害，把身上的人体器官摘下来卖，很多人认为这是法轮功的人造谣，很多我知道很多中国留学生都不喜欢法轮功这些人，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是师父师父啊，有些像崇拜神一样的崇拜师父，这个我也讨厌，说实话，是吧？但是呢有没有那部分事实呢？就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然后在这个活体器官，有没有呢？真的有啊，这个不是说是编出来，这是真的有
而且薄熙来直接参与了，邹永康直接参与了，这都有事实的，啊，所以说将来啊，你有很多东西，你如果官方不报道，你们永远都不会相信。比如说薄熙来那个整个的事件，如果没有官方后来自己内部全都公布出来的话，你会相信吗？你觉得简直像写的像小说一样，太夸张了，啊，给他一个耳光，什么王立军跟那个薄熙来的老婆还有关系，这东西太狗血了，对不对？还有什么怎么把英国那海伍德害死，海伍德那又是他的情人，这里面乱七八糟的，还有邹永康强占了古开来，这事儿太多了。你要是一个小说家写出来的，人家都说你这个小说家太夸张了，但是他恰恰就是中国的事实，啊，所以你们不要这个，你们宁肯去怀疑共产党说的，而不要怀疑这些小道消息的真实性。小道消息后来80%以上都被证实是真的，啊，就说你经过特别渠道放出来的小道消息，这些小道消息还不是一般人编的，都是中南海放料，啊，通过博讯啊，通过有些网络放的，是吧？然后。共产党一直说要搞党内民主、大众民主。大众民主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像文化大革命，他们称为是大众民主。那叫民主吗？那一场暴力革命啊，是一场灾难啊，是不是？是多数人的暴力。但是他们叫那大民主，这是毛泽东说过的大民主。啊，党内民主什么时候有过？延安整风运动是党内民主吗？中国的历次路线斗争是党内民主吗？你们听说过高岗是怎么回事啊？有没有听说过高岗事件？是吧？哎呀，我要讲的东西太多了。如果你们这一代人可能不太了解这些东西，你可以上网去查吧。就是说，包括这个所谓大跃进啊，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啊，啊，饿死了4500多万人啊，这个都是历史史实。但是现在呢，共产党不承认，连我们很多的学生都说那都是编出来的。我们有些年轻的学生不愿意相信那样的故事，说如果我都相信的话，我怎么还再相信党、再相信这个国家呢？我就没有信心了。所以我的一些那个同学跟我同年龄的人也说夏良你太糟糕了，毛泽东说的那么坏，让把我们心中的偶像都破坏掉，因为从小建立的偶像跟毛泽东。然后我们那时候不是都热爱毛主席吗？你也曾经热爱过。我说是啊，那时候不知道，是吧？但是毛泽东死的时候我就没哭啊，是吧？那时候我已经对他也不满意了。毛泽东死的时候我已经是初中几年级，当时我是已经是团委副书记了，那时候我已经不相信毛泽东，所以他死的时候我一滴眼泪都没有。周恩来死的时候我真的坦然地说我哭，就流过眼泪。但是毛泽东死的时候我一点同情，我甚至内心有一种暗暗的高兴，啊，不单我一个人是这样，当时很多人都是这样，啊，你了解一下这段历史，啊，毛泽东干的坏事太多了，啊，我不知道我这个因为来不及把这些都展开，说大家快的看一遍吧。那么习的大战略是要干什么呢？他们打算干什么，对吧？他要在经济上让中国成为最强大的国家，然后他们现在已经不满足做世界规则的跟从者、遵循者，他们现在要力图做世界规则的制定者。什么是世界规则？就过去像 WTO 啊，像这个国际贸易协定，这个像这个你比如说这个IMF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还有国际上很多东西吧，过去中国人觉得自己没有话语权，现在要争夺这个话语权，觉得我们现在有钱了，我们多给点钱，以后我们说了算，我们要制定规则，是吧？然后这个什么强大的武装力量啊，这些就不说了啊。然后最近习近平又召开了一次文艺座谈会，在模仿毛泽东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吧？所以这个事情特别值得大家关注。然后呢，其实他们自己内心也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好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完全封杀的，他们想封杀，但是后来发现有很多东西是中国人太喜欢的，比如说为了 iPhone 手机有人愿意卖肾，就说明大家太喜欢了，是吧？既然太喜欢的话，那要想办法找替代品，你光说不让他进来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凡是有好东西的话一定要抢一个替代品，所以你看他想到了很多好东西来就比较好的东西来替代，百度来替代谷歌，谷歌赶出中国，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吧？在中国你要想用 Gmail 邮箱，你要登录好多遍才能登录进去，很不方便，所以很多人不了解，说这个谷歌邮箱太不好用了，我们不用了，用搜狐吧。但实际上他不知道这是中国人在捣乱啊，所以呢用百度代替谷歌。但是百度是真的是一个客观好的引擎吗？不是，它是根据自己的那个意识形态的管控，而且呢谁给钱他把谁放在前面，所以它是一个商业性的，而且是在政治上是受共产党控制的这样一个搜索引擎。
比如说你现在在百度上搜我的名字就很有意思，以前搜啊更有意思。以前搜有一段时间把我的名字苏静搜出来，他那个上面怎么说的，说你所搜索的内容违背现行法律法规，就我的名字你搜进去，他说你所搜索的内容违背现行法律法规。啊，我奇怪，我父母给我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怎么这个名字本身就是违背现在的法律法规了啊。然后阿里巴巴啊来替代易贝，然后淘宝啊，当当网来替代亚马逊啊，阿里支付啊，或者支付宝来代替这个 PayPal 啊，优酷代替 YouTube 啊，然后现在要建立一个金砖银行来替代世界银行啊，然后呢，孔子学院它是模仿歌德学院，它想在文化上形成一种广泛的影响，就是大外宣的一部分。它都已经花了几百亿美元在向外做，但是现在最近大家知道，芝加哥大学已经拒绝了，已经说不再签约。另外呢，多伦多大学也说不再签约，还有这个，还有一个是麦吉尔大学，是吧？好几所大学都已经这个说要拒绝他们，所以他这个以后慢慢的会失败。然后下面说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来替代西方的模式，是吧？但是中国模式自己宣传了一段时间，发现不行，没有多少人支持，他现在自己不宣传，中国模式也没多少人支持，是吧？然后呢，北京共识，这更是一个笑话。原来有个华盛顿共识是大家经常说的，后来说要搞一个北京共识，而且这北京共识是一个外国人提出的啊，结果呢，北京共识弄了一阵子，现在没有了，就像一个笑话，没有人再提北京共识啊。然后呢，现在他们跟美国的一流大学合作，比如说斯坦福大学在北大校园里面设了一个斯坦福中心啊，然后找了一些跟中国关系特别好的这些学者来帮助他们。这里面有很多腐败的交易，我跟大家透露一点，就是有些高级官员的他们的子女，本来的那个申请，如果申请一流大学，可能没有机会到这一流大学做 PhD 或者是 Master， 但是现在很多都是因为有这种特殊关系而被接受，啊，我现在不能公布这些人的这个证据，因为我没有最直接的那个证据，但是我已经听说了很多有关这方面的事情，斯坦福大学是一个，斯坦福大学里面有好多高干的子弟在那边学习。包括贾青林的孙女，还有好几个那个领导人的孩子，他们本来是根本进不去的，啊，这就不说了啊。然后呢，纽约大学在上海建立了这个校区。现在我要问一个问题啊，你拿纽约大学的这个学位，对不对？这个拿了学位，但是你接受的教育是不是跟中国学生完全不一样？是不是中国学生要上那些政治课、那些理论、那些共产党的宣传，你一点都不上呢？在上海。在浦东你要上不上这样的课程，如果上的话，就说明这个意识形态方面它是受到共产党的控制，你拿到的是美国学位，但是你的课程却要受共产党控制，这不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吗？是吧？我不知道威斯利学院跟北大将来合作到什么程度，如果将来你们有一天说在北京或上海的学生也可以拿到威斯利的学位，同时要去上中国的政治课的话，你们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接受的吗？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啊，尤其是对于美国学生来说，那更是。假如说美国学生说我不在这个真正的威斯利，我愿意到上海，一方面过上海的那种很有意思的生活，一方面拿威斯利学院的学位。但是如果人家告诉你说你要选一个毛泽东思想的课程，你不选的话，不能够及格，不能毕业的话，你觉得你是什么想法？你会不会跟校方提出挑战？啊，这就是一个问题。那么现在的公民社会到底有没有存在？在中国不允许任何组织存在，就是说除了共产党他所批准的那些组织以外，不允许成立任何组织，不允许有任何党派。哎，你说中国有八个民族党派，那八个民族党派早就是假的了，早就是他们的阴生虫了。你想成立一个新的党可以吗？不可以。你今天成立，明天你这些人全部被抓判刑，啊，所以是不允许你成立，所以你不能搞任何有组织的活动。所以在中国现在大家怎么办？就搞一个叫同城犯罪活动，啊，犯是吃饭的饭，罪是喝醉的罪。同城犯罪活动意思就是说，咱们在微信上认识了，咱们哪天在一块吃个饭吗？啊，吃个饭以后大家就开始骂这些对现实不满的一些东西，抱怨抱怨，骂一骂，然后大家觉得啊有很多共同点，以后就形成朋友了。但就连现在这样的活动都被警察经常去抓人。人家会问为什么我们吃饭有什么错？吃饭为什么你们吃饭还谈政治？所以现在有一个老话，大家还记得，在过去的，旧中国啊，
就是说共产党说的旧中国，就是1949年之前啊，那时候叫莫谈国事，莫谈国事，对吧？现在又是这样的，叫你不要谈政治。先不讲意识形态，好吧？你是要我现在直接回答你吗？不会，好。好，我可以直接先回答你啊。就是说，我觉得意识形态不是一个领导人可以规定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机器强势来规定的。意识形态应该是老百姓自己来选择，有选择的自由和基础。你觉得现在中国是对意识形态是由习近平，是由共产党，就是这个统治这个传统延续下来。他现在习近平阶段呢，他控制的比以前更严。在80年代，我刚才讲的时候，如果你注意，我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是相对而言，我的一生中相对最自由的时代是80年代初期，因为那个时候刚刚打倒四人帮，刚刚搞改革开放，那时候我们可以读西方很多东西，而现在很多东西你就读不到，不允许你读，对吧？就是至少在国内它是被封锁的，啊，你比如说这个哈耶克的老师叫米塞斯，米塞斯有一本著名的代表作叫《人类行为》。Human Behavior， 是吧？这本书呢，在中国翻译了8年时间，翻译好了以后都不能出版，就是因为大家认为这个人是思想反动。按道理，你什么人的思想著作都可以印出来给大家去讨论嘛，他不允许。他不如过去在70年代的时候，70年代的时候把很多西方的著作翻译的时候叫批判，供批判使用，内部使用，啊，现在都不允许了。最近又下了禁令，大家听说了吗？很多人的书又不能出了。像毛于轼先生的书不能出，还有那个余英时，余英时是普林斯顿大学原来的这个退休教授，他的书现在也不能出啊，已经出来的书要下架，甚至要销毁，不能卖。然后呢，包括张千帆是我北大的同事，张千帆是研究宪法学的，他的言论是很温和的，但是现在他书也被禁了，主要原因他研究宪法，在中国研究宪法本身，官方就很警惕你，觉得你研究宪法什么意思？你要改变宪法吗？啊？所以有很多东西在中国是不能研究的。在中国，你敢研究西藏问题吗？啊，你敢跟官方说的不同？你说我去研究西藏的历史、西藏问题吗？你不敢。你敢真正研究台湾问题吗？就是跟官方说法不一样。你敢研究天安门那个事件吗？就是8964运动，跟官方说的不一样，你敢说吗？都不敢。这三 T。我是觉得，就是如果中国研，就是把民权都下放到每一个人那个，就每个人都是 civil rights fighter 这样的话。香港就植物上的植物是因为人大这么一个小问题，经济已经几乎瘫痪了这么长时间了。如果放中国，这句话有点缺陷啊。对对对，经济没有瘫痪啊。我知道啊，绝对有缺陷。待会儿我也不是很了解，但是如果放到中国来的话，而且中国现在经济发展到了这么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就您觉得这样，就如果放是会对经济有帮助还是？你这种问题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就像病人看病啊，因为我碰到这样的问题太多了，待会儿我会集中的来回答。你先记住，我先让我讲几句话我就结束，然后请大家提问，好吧？那个，我就把这个给大家放完，就说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希望是通过一些社交媒体，大家能够建立起一个松散的网络联系，因为你。如果在现实中你想约一个见面，在北京是非常敏感的，它有敏感时期。什么是敏感时期？比如说64那段时间是敏感时期，啊，每一年呢，就是说它有很多两会期间也算敏感时期，国庆也算敏感时期，啊，党的生日是敏感时期，建军节是它没有不敏感的时候啊。所以在敏感时期，你如果要想聚会吃饭，有没有听说刘晓波得诺奖的时候，那段时间北京饭店都好多家都关门。要求因为官方规定说吃饭不能超过5个人一桌，啊，已经惊恐到这样一个程度了，在历史上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说吃饭不能超过5个人，啊，就是对这种集体力量的这种恐惧。所以我讲呢，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我们可以通过 WeChat、QQ Group、Skype、Viber 这些工具能够帮助大家建立起联系。我们不说谈政治问题，我们就谈理想啊、爱情啊、好吃的东西啊、服装啊，你想谈什么都可以，对吧？然后呢，还有读书的沙龙，我们学习一些西方的经典，比如说自由主义的一些著作啊，古典一些经济啊，好多的方面的一些东西都可以值得学的。还有邮件群组讨论问题，对吧？另外呢，我们可以到饭店、茶馆、公园啊聚会，谈论一些自己想交流的问题，对吧？还有家庭聚会，包括教会主义的一些家庭教会，那都属于地下教会。
因为官方要求你什么叫三次爱国教，必须官方组织的教会活动你才能参加，而且不允许你在家庭聚会。所以现在在北京其实有很多地下教会，就是北大清华都有这样的地下教会，然后有很多的这些方法啊。这只是要问我这个有什么出路，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其实我有很多可以说的。如果真的要讲的话，我觉得一个小时肯定是不够的，可能要一个下午啊。而且我研究了这么多年，参与了那么多的活动，应该说当今中国的所有的意见领袖、意见人士、维权人士还有维权律师基本上我都知道，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关系，是吧？包括这次香港还有这个上次台湾的那些学生活动，我们都有互动，是吧？所以说你刚才问了一个问题是还带有普遍性的，我可以现在回答你啊，就是说大家一直说啊，如果我们让老百姓有了更多参与政治的机会，这个国家就会大乱啊，对国家的经济就不好，然后老百姓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恰恰是共产党要说的话，因为他老是用这种作为借口。其实我们只要看一下，有一本书你一定要读，就是叫《历史的先声》，是中文的，谁编的？是校署，校署是一个媒体的啊，它是在1999年还是1998年出版的这本书。这本书上摘录的全是中共领导人在30年代、40年代，就是他取得政权之前，他们说的话，全部都是有关自由民主。他们说，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毛泽东说，罗斯福提倡的四大自由是我们一定要争取的，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民主的中国。那时候讲得非常的漂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讲了无数多的话，你在那本书上里面都可以找到。那些话现在有些人有意的把它摘录了一部分放到网上，不说是谁说的，结果呢，网络上的五毛都扑上去了，说反动，你们这种观点是非常恶心的，你们这种人不配做中国人。然后呢，不紧不慢地说，你知道作者是谁吗？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然后五毛就不说话了，因为这是他们自己说过的话，是吧？总是拿这个种借口。那你说中国最糟糕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假设一下，如果中国我们现在就算是香港现在对交通有一些影响，造成了一些老百姓生活不方便，但是香港如果要是讲香港的老百姓都认为这个件事情是不好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支持。所以这个事情呢，它会有一个，哪怕是香港的行政长官他愿意早一点结束这个，他也是有办法解决的，中央政府也是有办法解决。但是恰恰大家都在对峙，不愿意各不相让，都不愿意退啊。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讲不光是香港了，你其他地方也都是这样。有人说了这样一个话，就说如果在中国大陆没有共产党领导，那哪个党可以领导？经常大家向我提这个问题，说没有一个成熟的政党可以领导。我说这是一句笑话。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不允许任何政党成立，他哪来的一个成熟政党？你有的话你把他杀了，有了就把他杀了，抓起来怎么会有政党呢？但是你不用担心，如果你像蒋经国一样今天宣布明天放开党禁，可以随便成立党的话，明天后天就有几十个上百个党都建立了。到那个时候你说这些人都没有经验啊？没错，中国共产党里面的现任的官员有很多有自己想法的一些人士会跑到这些新的政党里面担任职务，所以你不用担心人才。包括我们这些海外有各种各样的人才，有些人才20年30年都不允许他们回国，没有人性的剥夺了他们探亲的权利，是吧？还有你们是在海外学习的这批人，你们将来都是有可能回国的，是吧？甚至有的人选择做美国国民了，他如果要觉得中国更有希望，他都可以放弃美国国籍，是吧？不用担心人才，中国从来没有缺过人才，是吧？关键要给机会。而且这个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就，经济上的巨大成就是谁带来的？你以为是政府给予的吗？你以为是党和政府制定了非常高明的政策，所以才取得了这么大经济成效吗？不是，恰恰是只要邓小平其实是讲了一些老实话，他说是我们慢慢摸索，其实是老百姓创造出来。你只要给老百姓机会，老百姓自己知道怎么样发财致富，用不着你给他指导啊。你不要着急，对吧？因为你有些问题你可能还没有认真思考，你如果你一下提20个问题的话，我到时候可以跟你单独交流。我非常佩服您能在这个中国这种集体主义的环境下还坚持自己的想法。就我觉得我想问一下，您觉得可能我们生活都比较 privileged 的生活，我们都被父母保护的下台，我们没有见过那么多丑陋的事情。然后我感觉我们尤其很多在国外留学人就还挺有希望的。您觉得我就是也而且现在说了这么多，您觉得我们回去以后会给国内带来一个大改变？这个讲得非常实在，我也非常欣赏你的问题。
首先就是说，你要想认为水到渠成、自然改变是不可能，就是任何的制度变革，尤其是这么大的一场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是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才能过的，而不是说，人们想象的，在30年前就有人说了，说哎，因为共产党的干部过去普遍教育程度比较差，所以他没有这种觉悟。等到将来改革开放了，出国留学那么多人回国，留学回国了，他们成为中国未来的领导人，他们自然就会搞民主、搞宪政，就会让中国走向一个跟西方一样发达和自由的这样一个状态。回答的这个事实答案是这样的吗？不是。大家想一想，有很多啊，金日成的孙子金正恩是在西方留学，对不对？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他的学历可能比你们还牛，对吧？假如说薄熙来不出问题的话，他是中国未来可能的领导人之一，你觉得他会放弃这种专制制度吗？我以前在90年代初到非洲很多国家去考察，在那边跟各种各样的官员打交道，尼日利亚、贝宁，腐败透顶，但是他们那些很多的官员都是从英国、美国、欧洲获得了现代化的学位，啊，都是相当好的。为什么回到国家自己那国家以后，变本加厉的实施比他原来的那些酋长、没有文化的人，而更加坏的去统治他的国民呢？这个东西没有一个自然的进步，你不要等待良心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啊！你说现在这个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他们有多少没有在西方受过教育？但是他们受过西方教育回去以后，他们会是怎么样？上一辈给他们创造这样一个垄断的这种权力的这样一个社会，他愿意放弃吗？国国家当然不愿意放弃，啊，谁都不会放弃。我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不是讲凭个人的道德和良心，我想说的是，即便我这样一个人很有正义感的一个人，如果给我机会，让我当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或者主要领导人之一，然后没有任何监督，我同样会腐败。我不能对我自己的品行说打100%的保票，所以只有说一个有效的制约制度，啊，才是有效的，啊，换人是没有用的，换谁都差不多，对吧？所以说讲到你们回去问我，有的人说你是不是把中国讲了这么多不好的东西，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不是，我恰恰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因为我觉得一切都是可以改变。如果假如说我认为中国是就这样了，50年100年不会变了，啊，你们看着办吧，跟我没什么关系了，我去钓鱼了，啊，我再也不参加任何这样的一些活动的话，那个我才是悲观主义。而我最近的这10几年20年，我都一直坚持不懈的在做这方面努力，就是我觉得有希望，即便是在乌云压顶的时候，我都觉得有希望，因为毕竟老百姓有很多人在想变，只是他们没有机会，没有能力。乱是怎么来看你怎么来估量这个乱，打个比方说，你们没有经历过文革，我是文革经历过来的，文革乱不乱？还有这个所谓3年自然灾害时候乱不乱？不可能比那个时候更糟啊，对，跟现在相比，那怎么叫乱？比如说表达不同意见叫乱吗？还是说怎么样？就是说大家的生活水平，先生活水平，你比如说你现在你能感觉出来吗？比如说我要是说你现在跟10年前相比，我说经济上倒退了，你能感觉出来吗？你感觉不出来，所以你不会认同我说的经济上出现了大倒退，因为经济上你要对经济有点了解的话，它有些的效果是几年之后才能发现，是不是啊？你比如说某一个总统他制定的好的经济政策，等到后面那个总统上任的时候，那个经济绩效才体现出来，并不等于就是说后面那个说明前面的总统没有能力，后面的总统有能力。同样的道理，在中国现在这个经济大倒退，它的后果恶果是若干年之后才能显现出来，你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你不一定能够感受得到。稳定是什么概念？稳定。美国不稳定吗？我没有在。美国稳定不稳定？我首先问你，美国稳定吗？美国稳定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它有了民族，还是它没有民族？但是我认为，就现在中国、美国这个情况不一样了。您刚才说自己。好，不说美国，中国世界上民族的国家还有很多，是不是？凡是民族国家都不稳定。是那些在抗日
但是这没关系，这在民主社会中也是常见的。这些人都是中国的民众，啊，有的他们的言论有可能甚至像您说会站到闪光，就是会在网络里面，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嗯，没关系。那你知道这个网络现在占上风的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有上百万的水军是由官方给钱的。如果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没有人再用老百姓纳税人的钱去养这些水军的话，那时候的意见才能反映出一个真实的意见。那像您刚才又说到我们有很多在国外接受过这样教育的人回了国，他也不能继续去推行像现在这样的西方的民主政治，那么怎样的一群人或者是怎样的声音才能够被认为是对中国社会真的有重要作用的声音？一个就是说，你首先你要对这个自由主义，你对整个的这个人类发展的历程思想遗产有相当的了解，你对这个宪政民主的这样一个基本构架、法治的构架要有基本的了解，然后呢，你要长期坚持不懈地推进它。我不是说在国外的人所有的人都不会发生作用，而是说他要能够选择一个正确的路径，而不是说很想当然的每一个从国外留学回国的人自然就有民主思想。我说的是这样，就除非你自己去追求这个，去改造、提高自己，就把这个过去几十年所受的洗脑教育以及现在网络上给予你的那些东西慢慢的把它拼除掉，你才能够走向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路径。这不是自然的，不是说你拿了一个美国的学位你就一定是自由民主啊、宪政法治的。